好，兔年很多人都希望财源滚滚来，等你来看到，可不要以为这个兔年套币呢价格翻一倍已经够夸张了吗？告诉您，接下来说出来哦，不要吓一大跳哦，因为央行呢今年第一次发行的这个所谓的30万套的这个建国百元钞三开典藏版，告诉你可是小兵立大功哎，因为呢不要看原价呢原本才500元，现在已经呢价格翻涨哦，到2000-3000元这样这么多了，买到呢等于说至少现赚4倍，哇，真的是报酬率有够惊人呢、而且呢最特别的是，央行呢这一次还另外发行这个30万套3张连号一组没有裁切的三开典藏版，推出之后呢马上引起了各方热烈回响，价格翻了好几番，连央行哦都紧急的宣布要再加发50万套呢。